弟兄姐妹们，晚上平安！欢迎大家再一次能够来到祷告祭坛当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祷告会的主题为蒙福的家。我们知道呢，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我们愿我们的家蒙神看顾保守，我们愿我们的家蒙神来拯救。感谢主，在诗篇127篇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虑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耶和华，他是我们家庭的建造者，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家庭的看顾保护者。我们要感谢主，他何等的爱我们。在生命记七章第九节，神的话如此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。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神应许，当我们爱他守他诫命的时候，施慈爱的神、守约施慈爱的神必要赐福于我们，也赐福我们的家庭直到千代。感谢主，神也应许说什么，在第七章十三节，他也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生所的，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顿羊羔，你必蒙福胜过万民。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。我们要感谢神，当我们尊荣我们的耶和华，当我们把他放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，尊他为我们家庭的主，我们知道神他必要来赐福于我们的家庭，使我们的家庭必蒙福。我们也看到呢，神大大的赐福以撒，神赐福以撒乃是因为神持守着对亚伯拉罕的约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，如那么多，如海边的沙那么的多。虽然当时候神亚伯拉罕并不是马上看到神的应许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心里疑惑，他反倒因信心得坚固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因此亚伯拉罕看见神所应许的的确成就在以撒的生命的里面。我们要感谢神，所以当我们在为家庭来祷告的时候，特别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神所应许呢，他必要做成。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不疑惑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必做奇妙的工作。圣经有几处的经文呢，在旧约新约一直提到呢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约翰福音那边说时候将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你在为家人祷告事情上，你要知道日子将到，时候将到，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。最主要当我们为家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上了魔鬼的当，被魔鬼欺骗的，觉得我们的家人是不可能会信耶稣的，我们的家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我们要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我必为他们成全。是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，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家中，只是当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可以祷告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复兴、神的赐福要临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呢相信对，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他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当我们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带着信心，像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相信神所应许的
必要成就，神要赐福于我们的家庭。当我们身为一家之主，当我们身为长辈的，当我们围着我们的家庭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当尊荣耶和华的时候，神必因着我们像亚伯拉罕尊荣他，他的福气临到约瑟身上，也必因为我们呢、成为一家之主，我们尊荣耶和华，神也必要来赐福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在此刻我们用方言来祷告，让圣灵再一次来挑望我们，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信心坚固坚定的来信靠他，更要相告神的应许必要成就。哈利路亚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开口用方言来祷告，我们相信无论我们现在哪里，若有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们同心和一起求的时候，在天上神必要听我们的祷告，必要成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苏德里安达拉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巴巴巴扬的，苏德里安达拉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扬的拉巴山达，哦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扬达拉拉巴苏德里安达拉拉巴扬的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大声地用方言来祷告，卡拉巴扬的苏德里安达拉拉巴库布尤达拉拉巴扬达拉拉拉巴扬的，哦拉巴扬达拉拉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巴巴巴扬的，哦拉巴扬达拉拉拉拉拉拉巴卡巴巴巴巴扬的。是的主啊，卡拉巴。Sidiya raba haraba baba sidiya raba kiya raba sada baba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主啊，哈利路亚。是的主，我们同心合意再次来到了祭坛前，主啊，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家庭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要来尊荣你，我们要来高举你，主。我们知道你就是那独一的真神，主，我们更知道你是信实的神。你像那爱你所与你诫命的人，主，你必要施慈爱，主施怜悯，你必要施你的恩典在当中，主，你必要爱我们。当我们尊荣你的时候，主，你必要赐福于我们，主，我们要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万民都要跪拜，万国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你是主。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高声唱，我们一起来赞美尊荣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荣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，唯有他配得赞美，他是主。心脏听在快来君王，万喜要归本，万口荣耀承认，他是主。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基督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赞美尊崇大君王，唯有他配得，唯有他配得赞美，他是主。喜在今在快来君王，欢喜要归本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。是主耶稣基督。
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主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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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基督。你是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谢谢你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够做，我们感谢你的平安更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主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虽然祷告有些东西还没有看见，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他，把一切交托给主。是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释迦，心思完全交托，甚至足以掌权。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释迦，心事完全交托，甚至足以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风浪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。是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释迦，心思完全交托，甚至足以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事都能做，我风浪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风浪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当我们遵守，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主你必在前面，主你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主啊，做你奇妙的工作，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更肯定的相信主，主你创造的这世界，耶稣你死里复活，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主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主
更赐给我们你上头来的能力。我们要感谢你，谢谢你主。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，我相信耶稣是你复活，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，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。我相信，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，我相信耶稣是你复活，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，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。永远的神君王，我
福安宁之山的庇荫，我敬拜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造福安宁之山的庇荫，我敬拜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造福安宁之山。地名，使我们来敬拜超乎万民之上地名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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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本伟大，你配得一切的荣耀，无人能够与你相比。主，你是真神，主，你是永远得胜的君王，我们敬拜你，高举你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举起我们双手来敬拜他，一同来尊荣他的名字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你身配的荣耀，配的尊贵。举双手敬拜你，我要尊重你生命，你身配的荣耀，配的尊荣。主，我举双手敬拜你，我要尊重你生命，你本伟大，你心伟大，你圣洁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你真伟大，你是伟大的神迹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身配的荣耀，配的尊贵，主，我举双手敬拜你，我要尊荣你生命，你身配的荣耀，配的尊贵，配的尊贵，主，我举双手敬拜你，我要尊荣你生命。你本伟大，你心伟大的神迹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你本伟大，你心伟大的神迹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
是的，我们的神你本伟大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行奇妙的神迹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里面，在每个家庭的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，主，无人能够与你相比，主，无人能够与你相比，你本为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为一些事项祷告之前，我们继续的用方言来祷告。我们相信方言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，阿门。我们要在方言里面再一次来造就我们，让圣灵再一次的赐下他的启示，他的亮光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祷告更大有能力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堵住一切的破口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哦拉巴扬达，无论在哪里，开口用方言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开口用方言大声的来祷告。卡拉巴扬达，拉拉巴扬达，苏德扬达，拉拉拉拉巴扬的，苏德扬达，拉拉巴卡巴扬多，拉拉巴扬达，拉拉巴库布扬多，拉拉巴扬达，苏德扬达，拉拉巴扬多，苏德扬达，拉拉巴扬的，哦，拉巴扬达，拉拉巴卡巴巴巴巴扬的，苏德扬达，拉拉巴拉拉巴库布扬多，拉拉拉拉巴卡巴巴巴扬的，哦，拉巴扬达，拉拉巴卡巴巴巴扬多。Hallelujah, 谢谢你主啊，谢谢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每一天都要做新事，主啊，你每一天都要行神迹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，你要行神迹，主，你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主啊，你在沙漠开江河，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继续的为我们的家庭开道路，主，继续在我们的家人的生命的里面，主啊，来做拯救的工作，来做更新的工作，主，主啊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我们把一切的盼望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们要仰望你，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